然后我们这款车的话是一个五座的 SUV 啊，中型 SUV。然后就像娇娇刚才坐这个后排的话，就是空间的话是有580升的，580升的后备空间，空间也很大，很大的空间啊。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，对，大家近距离看一下，这个什么价位的，是不是？娇娇，这个是双擎精英版的，2258的，2258这道价的，2258的，它大概需要24个多一点点的啊。是的，那我们这个油耗是百公里油耗多少呀？这个车型是不是？对，4.7。4.7的油耗，大家可以想一下，2.5升的发动机啊。然后大家想一下，这个峰值扭矩能达到163千瓦的这样一个，对不对？然后但是油耗的话，2.5升的发动机油耗只有4.7，对，当然2.5的动力啊，综合油耗的话，应该是在5.6左右啊，就是市区加上我们的这个高速，市区加上高速这样啊。感谢大家的关注啊，没有给主播点。